阿罗哈哈，好了，进来了。好，大爷进来了。好，可以了。等一下，那你要玩什么？就猫猫吧。我玩法师吗？你应该只有三个可以选。他他很多可以开哦，角色。我们是要先从普通开始打吗？先让大爷熟悉一下，简单或者是普通。Garden, Garden, yeah. Garden. 反正你应该也不会最近就玩 Frozen Fair 吧？哎、欸，啊，你说谁？为什么有两只我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？而且两只还跟……我左边只有一个你的血条啊。可是你看画面上有两个、啊，我知道啊，那很奇怪，这又是什么 bug 吗？哎呦，这样子是不是无敌了？进去就没了，好不好？在那边，哇，好强哦，好强哦！那我的法术能改吗？你的法术，它只能它的那个配置是一样的，可是你可以改它那个法术的能力哦。但是你要先赚钱。Hello， 然后呢？我们要干嘛？要开始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换个职业。啊，你不是要用这只啊？我没有用这只啊。哎、欸，哦，还有技能，天赋系统。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分身比我强啊？感觉他可以用的技能比我多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那这是什么？士兵，士兵，嗯，你偷玩哦？哪有啊？上次开出来的、啊、士兵是哪个？很强，没有最强的，我觉得还是工程师吧。士兵是条件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自己看啊。他是第几个？最后一个？没有，他好像是上排第四个。哎、欸，我另外一只不见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画面会这样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画哎、欸欸，怎么我画面变好奇怪啊？我一直试图要掉到地底下，但是又一直被拉回来。啊、没有啊，你的滑鼠吧？哦，没有，我的枪会越射越快。哎、欸，你拔哥的吗？等一下，这样怎么玩啊 ？Kill me！ 这个是要干嘛？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。要买要钱，你左上角有钱。哎、为什么啊？没钱。快死了！原来我的炸弹会浮在空中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为什么？我的 R 是干嘛？我在为什么这个怪一直出生在我脚下、啊？对啊，之前不会这样啊！我才想要问为什么呢？是不是这个版本更新有点异常、啊？是只有版本更新、啊？版本，哎、欸，他一直出现在我身上、欸，哎，怪物一直出现在我身上，这样玩屁哦、喔！你什么叫做出现在你身上玩屁？你我这个现在这个状态才叫做玩屁吧？你不要玩屁啊！哎、欸，他一直出现在我身上，这什么鬼啊？我怎么看你卡在那个方块里面？等一下，重开了，我觉得这有点问题啊，这游戏实在是……离开游戏，离开了，离开了，然后另外换人开啊，突然爆炸，整个游戏关掉，怎么离开？我只能关掉啊，只能关掉啊，可能要重开一次。
那是什么越修越糟糕啊？可以，这很台湾开发商。哦，原来是台湾开发的、哦，台湾做的、啊，两个人呢、欸，两个人做的吧？那还蛮厉害的，好像、啊、是还蛮厉害的、啊，但是很多奇怪的 bug 啊，之内你邀我、啊，哎，邀大元。上次你们是谁开的、啊？都有，上次是我开的。哎、欸，还可以选择造型。它造型也是解锁条件，然后造型各有不同的能力。哦。好了，这样应该正常了吧？正常了吧？好了。那直接找。不要玩士兵啊！总觉得士兵有点。哎、欸，连试都还没试过。忍者、忍者、忍者不是一样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开始了、欸，怎么已经有人按开了？我还为那只是准备而已。牙不在啊、喔，牙还在等待洗澡。哎、欸，有了，一人拿一个。啊，一人拿一个。大人看不到吧？欸、看不到吗？哎、欸，正常的啦，怪物不会生在我脚下。看来。开场有错就要重开，这有冲刺吗？没有，有的职业有、啊、用道具啊，道具或技能。哎呦，怎么是摩天秤啊？哎呦，我这样子，我不是自己受伤。那个小猫猫是谁啊？是之内啊。之内啊。哎，有这个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哦哦，我们上次点的。要点了，要开了吗？那摩天秤是干嘛的、啊？上次牙用了之后，它就变得很废。哈？你可以用用看啊，你可以拿来多加尝试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真天真开啊！哎、欸，怎么碰到一下就死了？救我！哎，你这是拿玻璃大炮？我没有拿玻璃大炮啊，我怎么被碰到一下就死了？我本来很少血吗？没有吧？有这么？哎呦！哎呦！不要撞我啊！所以打他们会有什么纸币吗？那我是可以买什么？机关怎么那么短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又是什么？消耗90%生命啊！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是触手怪啊！哦，有触手，有触手！哎呀，我平常最喜欢的啊！你平常最喜欢触手？啊，之内都看触手本。人家是怎么、啊？这要打多少啊？啊，我不知道啊。还是就一直打，一直升级。触手好玩啊！机制是这样，它升级可以干嘛？升级会变比较强啊，而且会恢复所有体力。普通模式啦，晕眩出来有人要、欸、打完了。哦、啊，走了。唉。哎、欸，过一关就满血了？没有吧？但是升啊，过一关会满血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哎呦，忍者到底有没有潜力？等一下，这个黏着墙跳还跳不起来啊？你啥？没有，你不能黏着墙跳啊！你不能黏着墙。这是什么奇怪的设定？就不要让你黏着墙跳、啊。我是不是可以拿个电池啊？拿？我还是拿护盾好了。增加二，二是一，是不是？21啊，
哦，那这不错。241是什么东西？241、32、32。红尘。1+1=9。90%生命获得道具，来吧。啊！这还好吧？那到底会有90%生命不见呢、啊？那、啊、你谁叫你要谁叫你要90%生命不见、嗯？上面根本没什么、啊。哎、欸，原来这一个人只能这一次只能一个人拿。一个人啊？他有很多东西都是一个人拿。希望他可以改成多人嘛。我都没有拿。啊，那你走前面嘛。我觉得他应该要多个人可以拿比较好一点。哎哎一般大家在那边抢来抢去。哎、欸，这是干嘛的？那个是用纸币买的道具。纸币是不是很重要？还好，还好啊。所以一场就会扔掉。啊，是哦。蓝币比较重要。去商店吗？不要啦，还没什么钱呢、啊。一般一般。把我的血还来！哎呀，没有回血啊 ！Hello， 大家圣诞节前夕的前夜快乐！啊，我开的，谁开的？啊！出手啊！当然是开的！哎呀，我死了！哎，我们要败于触手身上。哎呦，触手的怎样？赶快救人！超多的、欸，我、哦、这长好多。所以太夸张了，真的长得太多了。哇，怎么感觉忍者很强啊？没有，你没看过真正强的职业。到底什么？哎、欸，好了，结束了，触手不会再生了。那都过不去。虽然不会再生，但它还是很多。什么节啊？圣诞。平安夜的前夕节，这样可以吗？嘿嘿嘿，也还 OK 嘛，哇，这感觉很强。那是因为我有拿，对，哇，哇，跑超快耶！金木，金木，哎，哇，那什么？是减低伤害的，打死凯特。大人平常开那个宝箱比较便宜啊？平常开宝箱会比较便宜，只是它是掉出随机的哦。这是什么？投射物是道具投射物。我会拿到那种道具投射物啊！我要减98生命了啊！我怎么就是忍不住了？天平。哎呀，忘记看我拿到什么。这个天平拿着。这么多冰块。啊！反正天平用了才会省小吧。啊！好险！哎，我在。再加个武士刀上去，加。我怎么看现在有的道具啊 ？Tab。大人要拿屁股吗？啊，拿屁股。有一个道具叫屁股。哎、欸、哎，还、欸！他已经跑到那个坑了。干！毒箭杀，为什么真的快死啊？我就拿到那个减90%的啊，大爷拿屁股啊？为什么要拿屁股？你等下就可以卖屁股。屁股屁股没什么用，你等下就可以卖屁股啊？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要开始了。为什么是呢？听到大人卖屁股这么高兴啊？
快捡快捡、啊！哎呦，没捡到、啊！哎哎哎，不是啊，是商店、啊。正好，九得一，六六零哎，我来赌这个好了。等一下，先看一下下面好了。回音帽。哎、欸，回音帽是不是对我蛮有用的？嗯，忍者就是要有分身呐、啊！持续哇没钱，哇没钱了，再洗一次。好了，拿这个。他同样的道具可不可以叠加？可以，没你要看他会不会叠，他会后面有挂号，通常都是可以叠。挂号，回音帽，买个这个。我觉得我拿的我都还蛮需要的，可能没有办法洗。哎，好了，打条目了，大人好了吗？等一下，特务晚上有吗？哇，我现在一瓶如洗啊！这什么？那个按 Q 以后，按 Q 以后三秒无敌。哦，好好好了。大爆射，好了吗？好好好，打完了，打完了。好，带人下去，下去就上不来了。好了，我下去了。好了，要开了。我原来下面才开了。哎呀，这样打不到！哇！啊，糟了，掉下来！哎呦！你可以用蘑菇上去。哎哎哎！怎么那么痛？哎，你怎么死了？哎，他怎么还延迟啊？哎呀呀呀呀！哇哇哇哇！要死了！哎，你怎么又死了？啊？我没活，我刚帮你活了、啊。没有啊，啊赢了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黄金怀表。没有看过这个。哎、欸，加速怀表，一人拿一个。加速怀表，我要。吸血看谁要、啊。吸血。拿走了。吸血我。骨头看谁要、啊。闪电魔法书是什么？那就给大元拿吧。闪电吗？带骨大肉，这应该是比较攻击比较强的人。看刚刚谁拿了吸血，就继续拿吸血。我好，那我好了 ，next。其实忍者好像还不错玩，虽然没有很强，但是还不错玩。啊，不强吗？嫌弃人家哎、欸。强的还是在道具的取舍。啊！欸、靠腰哦，那个怎么会刺啊？不然嘞，他就是刺的、啊，他都画给你看。我怎么还会他是背景呢？在那边擅自以为人家是背景。没有人要这个的话，火焰魔法书我要。好。猫猫的。哇，开场我就快死了。猫猫的普攻实在有点难用。限制角度限制这么大，哦，忍者有分身看起来好帅啊！哦，这怎么样？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拿到啊？鬼面，哎、欸，不能蹲下吗？你已经够矮了吧？哦，忍者有分身的，超帅的，看起来。这个是什么？有祭坛的，我们要开吗？啊！那个冰块到底是谁的、啊？哎、哦哦哦欸，来开，来开啊，来开啊！开啊，开啊！哦，好痛！我开呀、啊！哎、欸。还有掉东西吗？有啊，掉了一个医疗包。哇！我都没看到被捡走。
哭我，我什么都没捡到。我突然又出手，他应该要掉三个的。哎呦 ，shit！ 安安，等一下这个画面花到我看不到游标在哪。你会习惯的。哇、哦！下面一整排触手，太夸张了！呼呼呼呼，好爽！哎、欸，这个字好烦啊！怎么觉得忍者好像蛮强？刚刚一直说他不强，现在又说他强，你到底是、欸、说他不强的不是我？统一说法好不好？一开始说他不强的不是我。后来试用过，也觉得好像没有很强，不过用起来，但是有要有道具才好用啊。哎、欸，这不是有道具啊？大人就给你了，龙虾杖。召唤出火焰流星。它是按 Q 可以、啊、可以。那我的乌龟壳就掉了。哎、欸，那乌龟壳给我。不要这么爱近战，还蛮需要。乌龟，好吧。哦，你那 CD 多少啊？30秒。我应该拿我应该拿龙虾掌。你来不及。每一只都是配道具又很强。啊，没有这个。啊！哈哈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要这个。哎、欸，这个蟹盾也是用 Q 的吗？蟹盾不是。啊，蓝色外框不是啊？啊，那是干嘛的？加护盾的。可是没有护盾的话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护盾就没有。啊，那我有没有护盾？我怎么看有没有护盾？你有蓝色的血条，有蓝色就有护盾。看起来是没有。我血扣到一了，完蛋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而且我又没有不够钱买护盾。我去开十个的。可杀 ！Open 啊！哇，好诅咒！球鞋，这个我拿了。哎、欸，这个诅咒之手不行啦，我也没有那么坦，我也可以吧？你是忍者哎、欸？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忍者是就不坦的，你是怎样？忍者你就是要忍着啊，呵呵，呵呵 ，OK， 不要在位置上，感觉等一下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？商店，那个是坦在用的，哇，那我拿了，嗯、啊，那你就当坦啊，你打了以后坏人被拉到你前面，你这样好吗？我剩一滴血，哦，赞。还有什么？哎、你可以说一点我知道的事吗？为什么我的护盾还没来啊？下面有怪了。哎呦，会被墙卡住，好烦。科技之手 ，Hello。治愈魔杖啊！有用古兰币买这个要吗？古兰，古兰，古兰币，15蓝币！我、哦、天哪、啊！哦，原来这边有一只怪，难怪我想说为什么我一直扣血。这个 UI 有点烦，好挡画面。哎、欸，哦，只能买一次哦。15蓝币就这样给他开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按、啊、那个开了吗？还没开啊？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你们看不到吗？什么东西？哦，你们没点啊？什么啦？祭坛啊？哦，我有点啊，但是我没开啊。
干嘛不快？自然回血。科技之手。哎呦！等一下，我应该要买什么、啊？你能买吗？探索你的道路啊！哎呦，这怎么乱跳？啊，鬼面，死鬼面！四刀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！啊！哈哈哈！大爷该不会跳不过来？哎、欸，这会不会太难跳了、啊？哪有难？好了 ，next。那就。大人跳不过来，是不是？等等，好了，结束他的痛苦。啊，来了啊！好、哦。哎哎哎！啊，你不是说来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粘性炸弹应该不需要吧？粘性炸弹好哎、欸。是吗？哎、欸，金石来过。炸弹好。等一下，我跳不回去了啦。哎、欸，大元拿了，原来粘性炸弹你没有买出啊？要吗？那我买哦。什、啊、哎哎哎！好了，走走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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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搬一搬一搬。好好好。啊！啊哭、哦。连这里都可以掉、哦，我天哪！他的跳也太难跳了吧！哦，好多宝箱啊！宝箱是不是要开啊？屁股，屁股，屁股！天平，天平、哦，你要拿吗？宝箱，通常我们都是开宝箱居多啊。天平，这个要拿吗？哎、欸，有护盾哎！好、哦，针筒干嘛？1.85K 宝箱。哎呀，好痛！鲜血、哦、速，哎、啊，我攻速变超快的。为什么？不是啊，刚刚不是有拿到1.85K 黄金怀表？啊啊！救我！啊，你都死了！我没想到他会消耗护盾啊！98鲜血不是只有鲜血吗？欸欸欸救我了，你不要怕了，他打你不动了。屁耶、欸！你们这么多护盾怎么鲜血啊？这里怎么这么多怪啊？太啊！好痛 ！No！ 啊哈！被中断！哎！好，再给你。我觉得音效有点 bug。哇！啊，我应该换，我应该换猫的品种。猫的品种，普通猫太受限了。哦耶！下面。
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哇！要条木喽！哦，我觉得那个分身帽对忍者来说非常的需要。Go！好了，条木刚都忘记用那个了，陨石。你可以留在这里用。好了吗？嗯。哎呦！好呀！哎呀，那个怎么躲啊？哦，弹簧，怎么都风暴魔法术？风暴是不是我可以招？哎、欸，刚要暴击耶！他要暴击哦，你暴击率高吗？不高吧？不高、哦，那我呢？暴率高。到底拿屁股啊？我不要啊！哎、欸，干嘛不拿屁股啦？你拿？我要拿去，我要拿去卖。哎、欸，你刚刚不是说你今天吃坏肚子，你现在很需要屁股？到时候可以卖屁股。屁股坏灭了吧？也没有秒杀吧？还是他还是有挣扎一段时间？哎呦，诅咒之！刚不是有人拿了吗？继续拿。我拿了。这个藤蔓好臭、哦！谁在放屁啊？这就是屁股啊！哎呦，什么东西、啊？好痛啊！哎，靠，那不是钱哦！长得像纸币的花，啊、可恶！贪嘛！哎呦，这个怎么跳？哎 ，shit！ 开了！啊，我出去了！掉掉！哎呦！哎，有水，有水啊！哎、欸，出口到了。点15K，开！哎、欸，怎么上去啊？骰子。商店吗？商店。哎、欸，你是专门挑我没钱的时候去商店就对了。我有什么办法？啊，一般一般。哎，这边也太难跳了吧？还好啦，习惯就好。哦，大人的火球怎么范围变那么大？什么范围？他可不可以改游标的颜色？到底是大人是法师还是你是法师啊？我这剑气好不好？获得成就忍具大师。哇塞 ！Hello， 大家圣诞节前一天的前一天夜晚快乐。哎呀，银死啊！不对，哇，银死莱姆真的最难打哎、欸！火焰法杖，耶、哎、耶！我可以重复拿吗？不行啊、那個、，Q 不行 ，Q 只能拿一个，他不能升级啊！他可以升级啊，可是不是用重复拿来升级。
他要用纸币升级，在商店的最右边那个商人可以升级到 Q。欸、这个。哦，知道了。哇，你要到也不讲一声。然后他们一下就不见了。喂！啊，哦，原来你们能拿那么快？可是你们也不需要这个吧？哇，那下一个什么、啊？未知啊。嘿嘿，给我快了！不要啊，这样大家比较有仪式感嘛。哎、欸，我没钱哎、欸，怎么来这啊？魔法卷轴对我来说也蛮重要的。今天我没钱的时候来这。魔法卷轴是干嘛 ？Mega 电池。哎呦，哦，增加四，四是什么 R 吗？四是 R 吗？技能卷轴还不错。哎、欸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啊！来的太不是时候啦，吐啊！好，可以把屁股卖掉了，卖屁股。啊？哎、欸，我的。哦。哎、欸，那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啊？你要吗？我没有东西可以给，应该没办法丢。这个我好像也不一定要吗？没有伤害五秒。哇，升满了。哎、欸，你有护盾吗？我没有啊，但是可以用这个可以产生护盾啊。不行啊，哦，没有护盾就完全不能产生，增加触发，那就没有屁用啊。biu biu biu， 好了，下一关什么精英吗？不放技能，我看是一般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要抽了。啊、快拿！快点拿起来！快点拿起来！啊，靠腰！你不要再抽了吧！没钱。刚好没有拿到。没有拿到。没有吗？我怎么听到有那个拿到的声？啊，走开了！没啊，没拿到。你要陪我。有触手哎、欸！开触手！哎、欸，这个猫猫是干嘛的？你点它就会解锁猫猫。啊！宝箱怪，哎、欸，我是不是死了、啊？哎、欸，我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欸、你在哪里？我是不是死了？我在哪里？大人不要宝箱怪吗？那是什么？看啊。最好是啦，要扣钱呢、欸。不要了。哎，不应该花钱买这个东西。哇塞，那个爆，那个爆弹也太多了吧！怀表可以叠加吗？可以啊。真的耶！哦痛！一个忍者可以玩的跟法师一样，法师又不是这样玩，法师是一发大伤害吧？
为什么我觉得我伤害没有很大呢？因为你还对道具，你又还没有点，你又还没有点天赋，我也没哦，对啊，我们都有点天赋，那个天赋树的天赋，天赋是零哎，哎，这是王吗？对，朽木啊，朽木啊，苍蝇王啊，那怎么躲啊？哎，还是迟到。堵了，哇，也太快了吧！等一下，等我上去。这什么啊？看不到。太古护甲哎、欸，谁会谁最会受到伤害？我吧，应该是我吧，因为我整个触盾直接躺在敌人伤害里面。那我要鱼罐头。你拿。其他我都不要。你刚刚不是有拿这个？这个我一个都没有，你没有，你就当你用那个怀表换来的啊 ？Hello， 怀表是我自己买的，你讲的好像是怎样？有火焰法术吗？哇，怎么画面那么乱呢、啊？你不要在我旁边这样 ，Crazy 药水。Crazy Diamond， 哎，出手出手！还来啊！啊，我被吸进去哦、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会卷？为什么会抓我？我的！我要生气气了！哎呦，我要死、欸！我没有注意到，我突然全没了，好危险！哦，什么东西爆我22滴？刺刀！啊！哦！哎，刚刚地上有个药丸呢。啊，捡了。快！死了！啊！啊！你在那边哇哇哇，结果自己死了，是哪招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好，下一关。方便哦。东方至少都是敌人飞的子弹呐、啊，这个大人一直看到我的子弹。对啊，那很花哎、欸。圣剑。哎、欸，圣剑，我买啦。圣剑。钱真多哎、欸、你。哎、欸，也是好歹也是我没买东西换来的，不然呢？击中目标有7%几率。哇，这样我要丢什么呢？啊，没纸币，要不要买圣剑？你可以买给我啊！不要，圣剑一把那么贵，你好意思？哎呀，屁股啊！
怎么又在商店是吗？啊，一般啊，一般。这个那放屁声音好恶，一定不是我了，一定不是我了。哎、欸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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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欸哎呦呦！啊，没钱了。哎，这里不行不行啊！这里不行啊！这里不离不离。大人怎么要死了？大人血量，大人血量。钉子。哎呦，肾上腺素。哦，哦呦呦呦呦呦呦呦，被抓住！氧化药水，天哪！我就为了这个，那我操！哎，不是，难道只有用这招才能上去吗？那要怎么上去？我们可以直接走，他上不来了。大人要听屁声吗？我干嘛要听屁声？走了啦！商店吗？还是要一般？商店好。对啊，忍者玩忍者还蛮强的耶。要怎么增加角色啊？就他有他。角色都有血，怎么开啊？你去看啊！啊，有一把圣剑，这把还比较便宜喂。可是我没钱。哎、欸，我知道这个吗？我知道没人要，我要。哎、欸，我拿了。你为什么什么都拿？啊，我怎么知道？好了，那只好走了。买不起圣剑。乔木，哎、欸，大眼快捡起来！喂。你要开宝箱，你先跟我讲。哦，是这只啊。大远到右边去好了，不然你又被我的弹幕给……因为右边也有，也会需要打。哦，好，开啊，开。啊！哎、欸，瞬间死亡怎么回事？哎、欸欸，你怎么死啊？哎，可恶啊！原来右边还没打死，哎、欸，那你快打死啊！右边呐、啊，右边死了、啊，右边打死了。是你们刚刚打太慢了，我大姐放出来完全没有伤害。而且右边大人是最早死的、啊。这是要打什么东西？要先把两个小兵打掉，先把那个右左右护法打掉，然后打中间地毯。哎、欸，左边那个我要薯片。那、啊、我要一般电池。你不早讲、欸，拿完了。你不早讲，拿钥匙啊！钥匙有机会开箱变两个。你拿我很少在开箱，因为你们都走前面。没有，我箱子都留给你们呢、欸，我根本都没开几个箱哎、欸。我真的很少开到箱。那个开掉，滋滋，哪有啊？哎、欸，小心这个地面！哎呦，我提醒你哦。啊，不然你们走前面，欸、我走后面。怎么这样？我垫后，我垫后。
去了吧？哎。哎呀！锤子、啊。不行啊！猫猫的瞄准真的是一个大缺点。哇，好像电池对法师还蛮重要的。你要一直放屁。哎！救命啊，我过不去。快死了！哎，我这怎么这么硬？哎，我死了。哎！哇，我在死，怎么办？就在后面一点点而已啊！哎呀，好痛！你、欸、那个沉重手镯要留给我啦！啊，你要？对啊，我有拿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掉下来了？直接往前走啊！自空，自空有人要吗？我拿走好哎，闪电魔法书啦，谁有贴上？没有。哎、欸，闪电有啊。等一下我看一下。一开始拿的是闪电。啊，是哦。对啊。哦。哇，未知商店，选一个吧。商店哦。未知。哎呦，不要讲。哇，我的游标嘞！哎、欸、耶，太好了！你要用心去感受。哈。卖屁股。哎、欸、耶，太好了。这个锤子谁要？2.15K， 我来开，只开了一个，哎、靠，而且是主动，烂死了，哇，大爷怎么可以这么飞啊？哎、欸，我拿到士兵哎、欸，可能是游玩时数或是什么，打的怪，打的怪的数量吧，还是造成的伤害吗？我不知道，随便乱猜。哇，这很贱！90%生命。哎、欸，这有个贱！哎、欸，怎么有小木？他们会变僵尸，他们会变僵尸！哎、欸，我快死了！我死了！哎、欸，你怎么死了？死在哪里？哎、欸，90%生命。你有用吗？你没有用啊！没有用啊！你没有用！你没有用！哎、欸、呀、啊、你不开箱。你不是有钥匙。没有啊，那个钥匙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啊。不熟啊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呀、啊、结果让你走前面你也不开箱之类的。我不是我都留给你们。不是啊，我是大人、啊欸、大人都没有在开箱。哎、欸、猫猫哎。
天哪，这出的也太奇葩了吧！这个，这下面要怎么收集、啊？要买弹簧，算了，蓝币还是省着点用。牙竟然去了那么久，对啊，超久的。哇！哇！鲜血宝，一直都在啊。哦哦哦，你终于来了！才刚说独家吗？行啊，所以我在看你们打、啊。哦，啊啊啊，那就退了。真的，然后你们打完了，打完还要很久了吧？打完太久了，才十一点呢。那就退啊，退吧。啊，退又要关掉，返回主页面。牙在洗泡泡浴，你在洗泡泡浴。小啦，不走就好啦。你哪一个音是正确的？工程师哎、欸，这强吗？树兵哦，耶！这是完全没有、完全没有负面效果的造型，只是白白的。火焰戒指，哪一只啊？忍具大师，有一个影子守护者啥？守护者烂不要点。不是我说，我要用技能四技能击杀一次。35分钟前更新，对他那不就是我们开播之后？是看到我们开播，赶快更新。0.98861，现在是错是不是？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频道的 bug 吗？你是什么？你说0.98861？哎、欸，现在版本是641。那离开吧，我们重新更新一下，一下不然牙进来可能会有怪怪的问题。牙你怪怪的，牙你怪怪，你怪怪，离开离开离开，怪怪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主动更新啊？关掉不就更新了吗？没有哎、欸，还是他更新太快了，我根本没看到。没有啊。你有开自动更新是不是？当然有啊，那就可能吧，因为它应该只是一个小东西而已。这他是不是真的看到我们？真的耶，988641，是不是真的看到我们？作者有在看吗？是不是我们那个想要跟你讲一下我们那个第一个 run 有问题，有可能他就修了这个。有可能直接所有的怪都生在我脚下，我要玩屁呀、啊！我的比较严重，好不好？我的超严重。好 ，ready。嗯，那我来玩，我玩工程师好了。好啊，你真的叫工程师？你那个是科学家吧？有 skin 的工程师啊。你那 skin 效果准备好了。而且为什么我看得到你的技能？因为他有点技能啊，我们还没点、啊。这边可以买什么？我可以买皮肤。你看你的蓝币啊，你看你的蓝币啊。你实际刚开始就可以点啊，那个进来的时候，那里几个就可以先把启动啊，那个启动就可以用啊。好了，经验足，金币也是，哎呦，不够，我升级的不够，看蓝币了。这是什么？剑。这个跟这个哪个好？商店，商店是不是真的只有该次啊？先不要浪费钱。等一下，我点一下，我点一下职业技能。哎，第二层要怎么才能点到？什么叫第二层？第一层要点10点。10点、啊、哦，你在点技能？这不是
这不是原式的效果。基础攻击力，它会加到那个吗？技能伤害吗？对啊，去年年技能不是都写说基础攻击力的几趴几趴？哦。我们全部都有 skin， 就大圆没有。我要怎么看？你要怎么看什么？我的技能说明。对啊 ，F 这边，过来这里啊，过来这里啊。哪里？这个。哦。哎，那我要怎么点它、啊？按 F 啊。你要怎么点它？要纸币啊。解锁要蓝币啦。解锁要蓝币啊。造成错误，就这样。所以上次真的会被扣两份钱。啊，原来如此。不过我是没有。没有感觉，你怎么没感觉？所以有的时候开宝箱会扣两份钱，他修掉了一个是是。开宝箱扣两份钱，嗯、难怪我那时候觉得我的钱花了。观众有看到，我是没看到。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我们难度是不是要往上调？可是这样大圆就没有体验，大圆就没有游戏体验了。等等等等。可是我可是这样太强，他也没体验啊。对啊，那还是挑往上挑吧。那还是挑吧。挑。不难呐、啊。挑都挑了，哪是不挑？大人现在是困难哦，知道吗？等一下、啊。会地上好了，反正都有无人机了。那不要跟我抢啊！啊，你也没有拿智慧之爪。是啊，说不要跟我抢我需要的。刚刚我那样配，我觉得很强。那你不要跟我抢。火焰魔法珠吗？他没有写基础伤害、啊。我觉得忍者一定要有回音帽了。反正工程师不需要回音帽，因为。这些刀出来的怪都回应不了。我需要护盾，要跟我抢护盾。我觉得最会抢的是技能吧，那个电池啊。对啊，电池我好像很需要。大家都很需要，我也很需要。电池大家都很需要。没有，我觉得工程师好像还好。工程是不需要，那电池是那个、欸、手榴弹啊，这个看谁要了。罐头，然后拿罐头的人頭人出来看是什么东西。哎、不要，要拿就先拿。卡斯旺地人的需要。我吗？我拿吗？你不拿，我拿哦。拿了。哎、欸，你是有人跟你抢，你就哦哟、哎。结果你出、這個、我在看呢、啊。那个谁要爪子给近战吧？我不要，我这个我又不是坦。那你拿工程啊，工程把人家吸进来，吸到炮塔前面，吸过来我就死啦、啊。那个我不能拿这个啊，我拿去卖掉，拿去卖掉，真是。哦，还可以拿去卖掉。哎，那是就是卖屁股的意思啊。哎，奇怪，我刚不是点了天赋那个吗？大爆炸，但是我怎么还会弹出我？爆炸！你要选哦，你点了之后你要选哦，你要亮让它亮灯哦。你有让它亮灯吗？有啊。你如果再看一次，它就会亮灯，就会取消了。啊？你是不是又再看了一次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作者有在看吗？丢一下。还可以还可以换吗？靠！不行啊，你在里面就不能动啊！啊，烂呢、欸！嗯，沉重手铐，不要。后面那个祭坛，对吼、哦，祭坛出完怪我碰了。那我是怎么打祭坛？需要走？哎哎哎，阿影，阿影要来了！啊！阿银是什么？阿银啊！阿银啊！我银他妈！阿银啊！你要回来不？
我走到现在什么都没拿，同一个装备都没有。啊？哎，给你啊，快点！罐头，罐头是大元刚刚拿过了、啊。哎、欸，黄金竖琴、欸，哎，开啊！可是我现在只有一滴一血。好、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呦！哦，好了，治愈法杖。好了，要走了，23秒。哇，三个精英哎，逃离自爆，不开宝箱，生存3分钟，不用装备，不用装备好了。走，不用装备了，不要用 Q 哦、喔，不要按到 Q 哦、喔。自爆是最简单的吧？他你这个没有，他说不开宝箱啊，他说不开宝箱啊。哎、欸，我终于有了智慧之杖。啊，这个可以打掉吗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那个你只能逃3分钟。所以要跟他不要按 Q 哦、喔，不要按到 Q 哦、喔，不要按到 Q 哦、喔。为什么？不要按就对了。那我想按、欸。看右上角啊，我不是有说明？战鼓哎、欸，战鼓可以给那个。应该要给牙的。哇，这样子牙的那个会不会战鼓？会不会就直接战鼓？哇，这些都有断呢、啊。哇，有够扯的、欸！战鼓就战鼓，什么意思啊？听不懂。真的可以这样吗？队友都会加伤害，然后我这三只都算队友。哦。然后工程师真的是最扯的。真假？我要智慧之杖。哎、欸，医疗包不行吧？这个地方怎么？哎、欸，快！地方要怎么躲眼睛啊？这么窄，要开哦！那边这么窄的地方躲不了眼睛吧？我想要开，我想要开这个、欸。不要，现在不要。你确定要在这个地方躲眼睛？躲眼睛，我死啦！大人死了！啊！我拿到证，说这么窄的地方躲不了眼睛啊！还有1分钟，哇，没有蓝币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哇！我去救你，我去救你。我死掉了，吸了一只眼睛，吸了一只眼睛，我这边有两只眼睛。打死 KD， 可是我救你，你还是会被眼睛打死。对啊，我玩的地方，我眼睛很困难哦。干啊！我这边骂脏话。他如果有办法跟那个什么枪火一样丢装备就好了。好了，180了。哎、欸，刺客来了，快快快！还有打，还要打啊！你怎么不要在那里啊？那边这个地方太窄了，躲不了眼睛啊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死在这里啊？我有什么办法？快救我、啊！好了，可以了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那个触手地毯还没开耶。哦，这个。触手不要打，在这里打很讨厌。而且暗影来了啦，先闪。哎、欸，我那个吃装备的，哇，今天不行了。我要击杀暗影才有用，才能开我的 skin。不是，你击杀的应该不是这一只。哎、欸，不是这一只。所以要哪一个？谁要哪一个？受到伤害，我拿受伤害、欸。你在看商店的时候一直被砍呢、欸。啊！哇！我要看你在看商店的时候，有沒有电池啊，这很大，是不是在砍你、欸欸？他能够一直被砍也是蛮厉害的、啊。一定要三个。哎呀，好痛！哎，我死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走啊！快点，快点，谁呀？啊，好痛！随便选一个，快点！我选了。
哎呦，一般啊。啊，我三个装备被吃了。因为他掉在那个门上。哎呦！我那个对呀、啊，会有弹小炸弹的。对呀、啊。上！我拿我刚刚被吃掉的装备了。好了，开这个精英枪。羽毛，啊，结果是羽毛。羽毛，忍者吧，忍者是蛮常在那边飞来飞去。无人机也是普通的啊。哦，那可以啊。无人机也是普通的。爱路吗？你这边乱讲。迷路猫哦，迷路了。哎，太好了。谁是毒啊？这个是干嘛的？咦，刚好智慧之杖。为什么你可以跳到悬崖下，然后就用剑拔？我用技能呐、啊。这什么都没有啊。一般。啊！快离开！啊哈！怎样啊？对啊，还不是都明白。Oh shit！ 啊！这哦，十字架哎！遭受攻击，我来好了。有左边锤子，左边锤子。治愈法杖给猫装的，没有啊，就是魅惑，魅惑怪。炸弹，明星炸弹。明星谁啊？明星我。治愈法杖没有，我拿走了。啊，不，哦，明星也拿了是不是？明星，哎，虚空啊！虚空羽毛，虚空羽毛。OK， 我来了。哎，那个螺丝起子。螺丝起子有谁要、啊？他现在已经不是螺丝起子流了，我已经不是魅魔了。哦，后面一个战斗是我，我等一下会需要拿那个。你什么时候是魅魔了？我是那个术士，不要讲这个那个战斗短刀，讲那么奇怪的话吗？我已经不当魅魔很久了。没有啊，哦，在这里。啊，牙的角色全部会自动转成女性。救命啊！没有，他那只是真的是女的啦。但是他不是魅魔啦，打魅魔会出的角色，打魅魔会出的角色。哎、欸，怎么有个怎么有猫猫的坟墓？很久啊，猫的坟墓。不走啊，这边可以造。好了，打吧打吧。哎、欸，我可以魅惑触手哎、欸。啊。哎、欸，好，现在就可以拿这个触手了哎。欸哎、欸，这个不会移动吧？我魅惑又完全没什么屁用。我被抓了！我被抓了！不会移动啊，那就啊，我掉下去了！哎呦，魅惑被抓了！烦死了！哎呦！啊，完了！哇！啊，我死了！用沉重管杖，沉重管杖。不用咬靠啊！23秒，快了快了！啊，走走走走走，乔木，多一个人就牙。呀，等一下，再拿台啊！哇！套塔还没下完。哇！我要死了！哎呦！哎呦！去！
shift 实在是不太懂它的用。猫猫就这两个缺点。哎、欸，我被什么一直打、啊？挂了。哇！哎呀，我不要。那是哦，灰鹰帽。灰鹰帽你拿了。他钱怎么都在上面？怎么拿、啊？拿手套。啊！不断跳啊！你说谁的大招帅？你说的难道是？难道是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敌人不能用。哎、欸，嘎斯烫啊！拿走了。好吧，那之后嘎斯烫都你拿。嘎斯烫效果是？我打败会爆，打败会爆炸。哎、啊，这边。哇、啊！下面无底洞，为什么上面会有尖刺啊？可杀！哎呦！哎，糟了，前面……诅咒爪，爪子，爪子！我拿了，我拿了。前面又有那个触手。哇不止欸，什么都有。哦，我要消耗98生命。哦，我先看一下有没有护盾。有人有护盾吗？没有，我就诅咒那个治愈法杖。有，所以比较好用的就治愈法杖而已。消耗98生命啊！我的98生命啊！对啊，那招好帅，都没有护盾啊？没有，我什么没有，我还有向日葵啊，一根花朵。啊，那我拿十字架喽。这个好。好了，要开了吗？先开精英的好了。左边在右边这个。开。Go。巫术，大人是变巨人的。巫术药丸，好的，啊，快触手！啊！猫猫的驯服的真的有点没有用。哇！再被锤一下，我要。那么多、啊！我死了！智慧法杖哎！救！痛！快把我救起来！快点！哎、欸，影刺客来袭！啊、我死了啦！救屁哦、喔！怪好多哦、喔！没有虫洞啊，怎么关注我？等一下，被怪太多了吧？多远了？没有，有刺客，赶快救人哦、喔！哦，这一货那一只哦、喔，哎、欸，刺客，跳起来！大人，啊！你不要不动啊！有刺客、啊，有刺客。刺客来了！刺客！哎、欸，我还是被砍到，为什么？被他发盾。哎，到了！哎呦喂，我掉下来了！你应该不是被砍到，你应该是跳起来被针刺到的。哦，可是52D 耶、欸。未知哦。未知啊。52D 应该是他砍的吧？不是针刺到吗？针刺到应该不会扣52D 这么多、啊。你可能有很多把针刺到了。来，你中脚，你回来啊！哦，别！
为什么一直开这个啦？开到这个啊？哎，大人，那脚镣给你啊。好。哇、啊，又是98生命！助手啦，没带助手。助手到底可以干嘛？助手是掉一个赚钱而已吗？哦，有那个啊，他有掉一个装备，他会掉一个道具啊，一个而已哦。我也觉得这种祭坛应该要掉四个。哇，一个有点没有参与感，尤其是他出的量又这么多，有点不太好。这没办法救大元，不去啊！哎、我也要死了，快点把那个你的那个杖，哦，血回血，哇，要死了！啊，我竟然是被上面的刺给刺死的，啊，你死了，那、嗯、我死了。在左边啊，这个弹回好多啊，啊，好舒服。在左边。哎、欸，对啊。大人救了吗？我助手掉的。助手掉红帽。那个法杖是干嘛的？法杖补血啊，静置五秒不动会掉法杖出来，然后可以给我那个炮塔反正不会移动嘛，然后就一直站在那边。哦，这刚好。主要是他的每一只 minion 都会叫一只出来。不糟了吗？叫精英哦。哎呦，一直射不到，这猫猫在转，好烦哦！五十刀，暗影16秒，可以迷妹暗影吗？我拿了，未知，暗影来了，我来，被拖到了。耶！有没有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哦，上面东西不错哦。哇，火焰戒指。上面有什么？我一个都没捡。哦，没有啊，你为什么不捡治愈法杖？还有战鼓。一个，捡两个。你应该要捡战鼓啊。不，有啊，我捡完这两个啊，剩下的你们应该都可以用吧。你刚好有一个战鼓没捡。有战鼓吗？有啊。没有，刚刚战鼓你捡了吗？深渊巨口卖掉，它还会，它会变其他的吧？火焰戒指，所以，我可以把深渊巨口卖掉，然后保留增伤效果。有人要香菇吗？哦耶！哦，我应该把这个卖掉。深渊巨口。啊！还有深渊巨口，现在深渊巨口现在卖掉。有效果吗？到底 ？Hello， 哦、oh, ，没有办法看自己的那个，好烦。我怕把深渊巨口卖掉，反而是倒贴了三个，然后也没有增伤。暴风暴击，暴击30%，没有办法看一下自己基础伤害。好了，把它卖掉了。欸，可是深渊巨口是诅咒吼，它会换来同样诅咒品阶。毕竟啊，史莱姆也是那个啊，奖励道具啊。
过关的道具啊。好啦，卖掉看看啦。可是我要怎么测啊？我现在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中。哎，真的是史莱姆，好了，你拿了。给工程师。哎，我这样是不是倒贴三个道具，然后又没有伤害，然后又是 ？Let's go， 下一关。好吧，我用一个问号给你啊。自爆不受伤。给你一个问号。哈哈哈哈哈！谢谢你哦。好了，快点啦！好了，你喝了好几杯。哎，怎么回刀？怎么回刀？为什么在被杀？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同学总是在倒数的时候才叫东西出来？哎，上面有那个计时器。哎，治疗，治疗，哎，那个一计生花朵。治疗加速怀表，上面有加速怀表啊！加速怀表，我的。那我拿个钉子吗？我拿个雪球好了。蜂蜜没有人要，哎、欸，这个是蜂蜜，不是薯片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呀，你有买寄生花朵吗？没有啊，我现在不是那个啊，我不是术士啊、這個。这个不行吗？你那个法杖治疗不行吗？哦，可以。大元好了，跟我们讲。好了，铺啊，现在已经马上就好了。哎、欸，那球棒在看。好了吗？都好了。好了。球八子，安安。球木喽。大元买那个啊，头目了，火焰戒指是不是也不错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掉下去了？大人刚刚如果有买火焰戒指，那你就把……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炮台又掉下去了？哎、欸，炮台会跟着你到你的……因为我在上面啊，这炮台自己掉下去啊。欸、哦，看起来他在这里、啊。他是被我控制哎、欸，被你控制。你看、哦、我要按下跳哦，啊，这掉下去了、啊，这炮台怎么？哦，原来可以下跳。原来是 NT 啊，你的炮台。为什么被我控制啊？你不要，可是不行啊！不能控制，我不下跳啊！你走平台下去。哦，开了吗？开了吗？开了吗？好了，炮一下。这是什么鬼 bug 啊？好，画面很乱。哎、欸，没打到，可恶！哎、欸，爆了！炮台要下去哦！哦，怀表二，太爽了！啊！哦，那个，谁是？哇，我都还没看到。哎、欸，我都没拿哎、欸，屁股，也还有一个屁股，那是之内的、啊、屁股吗？今天屁股是之内的，你看不了屁股啊？没有屁股就拿去卖啊，卖屁股。这红酒真的好喝吗？热的酒好喝的应该只有 sake。哎、欸，不对了，我没有喝酒了，在说什么？你要套我话是不是？98，哎呀，好痛啊！啊！这有弹簧，上面一个弹簧。救命！我这次怎么这么硬？还有谁拿弹簧？我来。啊、还是大渊、啊？至少我知道的技术。先救我、啊！先救我啊！啊！你挂了？你挂了？谁知道、啊？哎、欸，这是我消耗98生命。你已经完成你的任务了。哦，哎、欸，飞弹发射器上面一个飞弹发射器，我已经有了，正在拿着。后面有个鬼面，鬼面我拿。哎、欸，可是我现在拿鬼面好像，但还是拿一下。哎、欸，鬼面，呀，鬼面是干嘛？可以一直扣血，扣血扣到一滴，就是也会增加伤害。但是，啊。我打败那个隐形史莱姆了，不是隐形了，那到底什么
银色的那个。哇，好痛苦！有我痛吗？哎、欸，我怎么被扣血扣到死了？救我！哎、欸，就这样走了。啊！我靠，你那个什么东西啊？那也太多了吧！你那飞天史莱姆。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没有人救我，是怎样？你在哪里啊？就是在你旁边啊！就在我旁边，我看不到哎、欸。三过之内而不救。救了救了。明明就大元。不是，是你。是我吗？就是你呀、啊。啊！出手开啦！哇，还没掉哦！出手到底有多少只啊？然后这样，懒猫，然后。触手打这样，然后掉一个东西。他居然是掉战斗小刀。我一直在控制你的那个炮台。到底是为什么？真的是被 NTR 的炮台。哎呦，一直开不到那个。哦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快点，我剩三滴血，救命啊！我剩三滴血，跟剩五十滴血，还不是，也不是被影子打死的。他挡在我的门口，怎么办？外面去。好了，未知吗？就未知了啦。是牙怪数量也太夸张了吧？对啊。回血啊！完。哎呦！不行，我这回合不行，交给你。又来了。会法杖啊！哦，我来了呀！哎呦！啊！哎、欸，又死了！到底是怎样？办法、啊？为什么你死的比我还多次啊？拿到不对的装备就是这样。好痛！那个喷一下，好痛！为什么一直在扣血？我拿到鬼面啊！鬼面啊欸、那你为什么要拿鬼面？哎、欸，我死了、欸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去救！哦，上面，哇、哦！我死在这个地方。看道具的时候被打死。这个鬼面虽然伤害很大，但是帮助也很大。哇，你合运了。伤害也很大。啊，不是，那个不是合运。哇，好了，那不然再来个未知怎么样？未知哦 ，Go。这就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吗？哇，中文系，这是什么反应？他会把头盖起来，那个时候打，上面只有五个点。
人家说什么完全听不到。对，会听到。那一只怪啊，他会把头低下来，低下来的时候。哎，就像两个智慧宝藏，智慧宝藏。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啊，钥匙有机会。哎呦，我看到了。左边也有一层，左上、啊，左上也有一个。这个精英祭坛是有要开吗？哎、欸，有、哦，开啊！精英祭坛。啊！你直接落地成盒哎、欸！怎么会打到我、啊？这是哪里啊？这边啊，在后面。大元不要这个羽毛是不是？我不要，开吧。这应该给牙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祭坛先开，要开祭坛了。开啊！我，哎、欸，我都还没到，你就开。智慧法杖，不是治疗法杖。第一，我第一，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打完了吧？可以继续前进吗？啊，打完了、哦。嗯，就是冒出三四只精英怪而已啊。又是智慧法杖，你有没有叠到十一以上啊？两个智慧法杖，你应该可以叠到十一的。哦，八个，哎，这个树好烦啊！这个会缓，又一个智慧法杖，又前面有一个，哎、欸，有恶魔天平耶，68，恶魔，不要把你这我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都，那个谁没有弹跳？大元吧，我有，啊，你有弹跳？谁没有？所以都有。他们有触手要打吗？那我拿了，打吗？打，在这里吗？我们这个位置好啊。啊！叫叫叫叫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哦，我站在你的那个。站在你的炮台旁边，我就可以拼命回血了。为什么有时候会跳起来？我不要乱跳。啊！我有活力了！哎、欸，上面是出来了。上面是炸弹。妈！商店喽。哎呦！有有哇！哇！209！我看到有人被斩死了。叫啊！哇！为何啊？我再帮你买一个啦，谢。回音，我帮你买，我这个好贵啊。是回音帽，我有了，不用买。哦，回音帽不会叠加吗？不会啊。我上去开箱子啊。那我谁要？一二三四，箱子就四个。卖屁股。鼻子、猫耳、战斗短刀。猫耳。哦，我来看是什么。战斗短刀。没什么好货。我把猫耳拿去，不要，因为换脸是一样。卖掉一个盾。有拿盾的吗？叠加。我有。我觉得我没有开机甲，我把机甲卖掉好了。开机甲，啊、机甲超强的，而且还多一条命。猫眼石。都好了吗？开机甲超强，哎呀，呀，帮我帮掉那个造兵出来，我回血了。机甲超强，还多一条命，你先帮我叫哨兵出来啊！哨兵哦、喔，机甲我都没有在用啊！我不哎、欸、有超人背包好，哎、欸，因为这个机甲掉出来，它的攻击
很分散。啊，同，哎、欸，你先再叫个那个哨兵出来，我把你写在出发吧。不然，机甲你一叫出来，所有技能都不一样。啊 ，thank you， 哇，大补师啊！哎、欸，你也回太慢了吧？哇，你怎么看起来好像很多，但其实你根本没多回多。有啊，爆！他已经尽力了。慢了吧，我这个可不是常人可以补得回来的。哎、欸，打完了。啊，快点，趁我这生命还没有结束之前。好啊，来啊，来 ，Go。音效全部被吃光了，哇塞，这有花哎、欸！这个应该是我拿的，花花是加治愈。战鼓哎，战鼓哎，我全部都被拿光啦！没有，我也只拿一个啊。我拿那个啊，治愈杖。因为先让我看一下这效果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效果。可能给你看的话，一定会被人家拿走。好，下一关。好，等一下让大人看一下啦。啊！哎呀，还那么多关，不用急嘛。四点一 K， 我刚好就四点一 K 啦。Open！ 哇，圣剑！四点一 K 也太亏了吧！亏到爆哎、欸！对吗？哎、欸，那是黄金起来，我黄金起来。电池。哎、欸，我要。大人。啊，这个医疗包可不可以直接买给我？包我需要医疗包。Thank you。好了，跟我的90%生命说再见了。啊！大圆的，那个是大圆的。死掉！哇！沉重脚铐不是应该给大圆吗？啊？哦，脚铐啦，脚铐。哦。要跟我抢脚铐。弹鼓，拿弹鼓啊！我拿弹鼓，然后招这么多只兵在你们身边，你们应该有加成吧？牙的，哇，牙把牙调大声一点。牙好强！为什么牙今天的声音感觉我是听不太到？声音很小。Q 魔奇赛，哦，火焰魔法书，火焰。哎、欸，这个应该是我的吧？有点。哎、欸，那怎么往后啊？哎、欸，真花的。前面有脚铐啊。哎呦，这下面是都拿完了吗？等位置了。哎呦，哎，不用装备，哎，怎么把枪给点到你？不要按 Q 哦！好，会爆炸，会爆炸！哎呦，好痛哦！哎、欸，有那个智慧之杖，到底叠满了没？哦，十三个，十三个差不多了啦。红色羽毛，这个拿的。哦，机关枪了，被机关枪了。为什么我会喷两颗绿绿的？这个是那个啊，只要你回血，它就会喷球。
像日葵的。哦。哎。为什么没死？怎么你站在那边会死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他们应该没有打到我们，对啊。是被震波炸的。那你们是没有人要救我？哈哈哈哈哈！酷 ！Thank you。哎呀，还是没有护盾，没有护盾，我看一下。护盾到底长怎么样？护盾转换器。护盾转换器。我砍三。我有老爹娃娃。没有。没有。哎呀！这个箱子是干嘛？就是免费给你拿一个遗物，但是大家共用，只能拿一个。然后我先拿这个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哦哦哦，这么多！我拿受伤增伤了吗？我应该也可以拿一个野兽之魂。哇，好舒服哦，好舒服哦！哇塞，谁要吃三颗的那个？你再拿一个真元巨口吗？你拿看看。两个账，两个智慧之账。哎、好啦，未知啊。精英就是不要装备啊！不要 Q， 不要 Q。头目有头目。哦，哇，完蛋了！我没有吧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有来有来有来。啊啊！这是什么弹幕游戏呀？我才刚说啊 ！Thank you。啊，炮塔可以回血。哦，炮塔可以回血，太好了！哎呦，好痛！这炮塔回血啊！啊，完蛋 Q 了！哎。啊我的桃木也死了啦，按错了，木没死，桃木只要按到 Q 就消失了。啊，哦是啊，他那个其他桃木累积就是没有成功。玻璃大炮、欸、要不要拿？不要拿玻璃大炮啊，不一样。啊，我都这么脆了，拿一下吧。小链玻璃大炮，完蛋！啊哈哈哈哈！我怎么死了？我也死了！终于打死我了，我没看到哎、欸。为什么？太玻璃了！大人救命哦！大人救命哦！嗷！哦，救命啊！补血，补血，补血！啊！等一下，不关系，不关系。怎样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在打这么痛？这个雪球啊，精英雪球啊！压了炮台怎么没有把他打死？压了炮台的攻击力有点低耶。我就冰杖啊，我就拿冰杖而已啊。你们还有拿暴击？暴击两颗啊，二锤二锤，有两个锤子。哎，我死了。啊，你们都不要，那我再拿。我死了，我死了。等一下，这边怎么这么多怪啊？护盾啊，不是，天哪！救命啊！好痛！救命啊！我这边回不去了，只能靠牙救。好的。哎、欸，那个出来喽，刺客，看你刺客。啊！
好多、哦。欢迎刺客来啊！我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啦。阿甘，阿甘正传。你失去了你的性命。刺客来了，大人。大人，你看你角色左右两边有一个黑。啊、怎么这两个粉末？刺客来了。刺客走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救不到？刺客要来了，刺客被刺客来了，刺客来了，刺客来了，刺客走了，这我救不到啊！我算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哎、欸，智慧宝藏，可以这边。走，等我一下，我再救我。哎呦，我要死了！这怪爆炸太火了，什么东西好痛？那一下是。他一下很痛，哎、欸，到底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我救不到你，哎、欸，我按不到他，哎，智慧宝藏，好，你们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智慧宝藏，快走，快走，还有最后还有一个，好，最后还有一个，快走，快走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现在都按不到了？快点，夹去吃智慧宝藏左上角，跳跳走，好，一。商店了，商店了，喘口气、啊。这些爆炸太烦了，大家好痛。大元一定也拿了面具，救我面具，救！你怎么又死啊？没有，然后就一直死到这里来啊。你俩可不可以在出口放那个哨兵啊 ？Thank you。每一个只加0.5。哦哦，十五发几率降低技能1秒，0.5秒，那好像好烂。第二个好像没什么用。后面有一把冰刃呢、啊，有一把冰刃。哦，魔法卷轴对我很有用。冰刃。哦，84K 啊，差一点。大元要冰刃吗？冰刃好啊，我有拿，在楼上。啊，冰刃你拿，冰刃不是近战用的。啊，是吗？他是放技能啊，还好吧。对啊，可是那个冰刃是待在身旁边的啊。我不知道，因为好的都拿走了，我只能拿这个。拿吧，拿吧。那我就不要了。我都捡你们剩的、欸。哪有？我都留一堆箱子不给你们。哎、看我的，看我的直播就知道了。那应该看看之内的直播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又是一把冰刃。又一把。哦、短刀。哎。战斗短刀。啊，锤子。其实我把花给卖掉，其实花的伤害不是很高。哎呦我的天哪！该怎么看自己的基础伤害呢？哇，给血皇冠！在干嘛？连戒指，先一个鲜血皇冠，谁要？不要。变得非常不幸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所有几率触发的东西会下降。哎、哦。啊！鬼面具耶，真的。这样子。哦，好，我拿，我拿。我现在1秒扣10D嘞。你可以再扣更多。17D 了。哈哈哈。17D。nice。啊哈！啊哈！啊哈！啊！你又没有那个，你为什么为什么要拿那个东西？你又没有护盾，你为什么要拿这个？但是没有，我拿到护盾才会强啊！但是那、啊、就没有啊，就没有护盾。你不是应该先拿到护盾才考虑走这条路线吗？不是就要破釜沉舟啊？你也不是魅魔，你也不能吸血。快点，在我生命流失之前，快啊！你们 ready 好了没？那一秒，开始啦！好了。boss 秒杀！哇塞！鬼面不是盖的，鬼面不是盖的，那应该我拿吧？子弹，因为那个
投射物那些冰杖应该也算。大人给大人看啊，给大人看一下。看一下啊。哦。投篮是什么？中间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、啊。增加投射。那些你射出来那个绿绿的子弹啊，还有这些冰杖。是怀表吗？中间好像有一个怀表。也都是怀表。花给大远啊，我已经把花洗掉了。这我的，中间那个我的花。花给大远拿。中间那个不要拿，我的。屁股，有谁要拿走？我拿不到花。火焰戒指怎么一直在中间呢？啊，火焰戒指有吗？中间有一个火焰戒指。我没看到啊。有，我看到火焰戒指。看到了。拿走了吗？是不是这些王血是不是有点太少？我觉得是因为被我的鬼面轰的。这是你的屁股啦！你干嘛不拿屁股啦？屁股拿去商店卖，可以换出比较好的东西。你干嘛卖屁股啦？你不卖屁股？又来又来！啊你在那里谁不是你啦？这是什么叫啊？救啊！这太恶意了吧！这我不敢救哦。啊！这个，哎呀，这个直接开场冲脸这个，谁撑得住？谁撑得住？我就问谁撑得住。而且还死在岩浆里。这个是没冲脸你也死啊！哎呦！哎呀你！护盾，快给我护盾！护盾，这是不是有盾牌？快疯掉！夜蝙蝠没有人要，我要哦。护盾不来。啊哈哈！快快快！喂，你也死太快了吧！你也死太快了吧！护盾不来救我，怎么办吧？太好了，这边有便宜的魔法卷轴。快给我护盾！啊哈！护盾！啊！护盾！补血啊，就加点补一下血。不行啊，我的是。我的一切是为了攻击。那我们还要救你吗？先开个保价吧。好了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未知吗？好。内魔，等一下，不行，等我十秒，不行，你把我补满，然后我用一招杀死他。反正你补的满吗？你是血越少，判定那个不会杀死我。你血越来越少嘞、欸，血怎么变少了？哪里补不回来、欸？血怎么补不回来？两台，他的那个是不是距离很短啊？他补血的那个范围，左边你往左边走啊，左边还有人啊，在这里比较多，也是不怎么样，舒服了，我准备好了，我还没，58，充电中，快点啊，等你一个人呢、欸，你应该可以开了，我电还没满啊。好了，我开了 ，Go！ 哎，往哪去啊？大，哎呦，切！我的呀！Basket， 我死了！有了！我血珠宝，罪恶王冠，根本三有三本火焰珠。Thank you。我拿火焰珠哦。你拿一本。你拿一本啊？我拿一本。
好啦，走吧。那还要位置吗？还是要商店？商店吗？不可能啊。一般好了啦，下一关在商店，王前商店。我觉得比完，不要不连啦！哎呦，我觉得难道中比较难。哎，季节蝙蝠，后面有一个季节蝙蝠。哦，啊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上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哦 ，nice。哎，还有一个蓝币耶，现在没人捡。那个要开吗？哎，你可以，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洗，反正你的状态也变很。不要吧，不要吧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就说，我不要拿到，我不要拿到天平啊！你再把它拿掉就好了。你洗吧。啊！啊！要不要？哎，那要死！啊 ！Thank you。开那个哦，开触手哦。我要补血，哦，我都看不到我在打什么啦。你也不需要知道吧？哎呦，冲脸啊！哎呦，哎，我怎么回来就看到一个粉布？这个。结果回来掉出来是战斗小刀，哎呀，烂死了！算了，也还有一个精英呢，他被冲脸了。好了，来开开开，哎呦，好，十字架回来。我觉得你可以用天平把那个东西哦烂，我洗到自己的护盾。但是洗到护盾不是我的组合就没有用啊！你都哦，又有一个机会了，五分钟了。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人有护盾。我有啦，换气了。好了，哎，我有花哎、欸，耶、yeah! ！我买花、哦，我花了 ，Thank you！ 耶！我终于有游戏组合。哎呦，都在那边赌。哈哈，九十八生命再见啊！九千滴血。那900滴，哎、欸，有那个哎、欸，护盾产生器。啊、哦，我要。啊啊，好啦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商店啊、哦。Go。啊！刺客，刺客刮了一下。啊，那刺客就是你的模组啊。我啦。我要增加投射，要这个。我才不要嘞！哎、欸，5K 你就这样买啊？到底多有钱？这个也4.04K 哎、欸，我的天哪！哎、欸，我刚刚买哦，啊哈哈哈！谢谢谢谢，这边有一个沉重脚环啊。啊，游戏体验终于来了。鱼罐头谁要？哎呀，要花19纸币移除屁股吗？不要！哇，爪子。怎么那么多鱼罐头没有人要？是怎样？鱼罐头？哎、欸，给应该给大圆，因为大圆现在会那个大圆回血，开叠加，开叠加。你有的东西还是给你拿。大圆现在有向日葵，所以回血的都给大圆了。好了，要走了吗 ？Go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雪球洗掉。好了 ，Nice。
你的纸币不足47，没有办法移出屁股。我操！这个头目是冲脚的、啊，很烦呢、欸。这只大圆应该会被出剑杀。好了吗？还没，等我。那我赶快躲起来。我先躲到岩浆里好了。你去啊！开始，好了，我好了 ，Go！ 哇，没事了，是吧？靠我挂了，哎，为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因为我是玻璃大炮啊！宝箱怪，哇，这朵花应该给大远。啊？这一枝花，这个给大远。治愈之花。你现在回血会射那个向日葵。对啊。哇 ，mega 电池哎、欸，我这样可以挥三次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有回血都你拿，有回血都你拿。mega 好了 ，mega 电池我从大人量。击败目标，输出。这个是会叫一只蠕虫出来吗？啊，我拿了。结果是 boss 出剑杀。你是 boss 血太少了。九十万的、欸、怎么会少？所以你一集九十万，等下看多少哇？毕竟这是我牺牲了三场游戏体验换来的。我觉得是大家救了你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死了？吓死了！这怪物死掉是不是会爆炸？哦，你要看那个有拿炸弹的骷髅，那个炸弹炸一下会触手。走，要开出手，开吧，来，有出手吗？手一出来就爆了。哎呦！好急，加暴击了！好急，好急！你的蠕虫好恶哦！哈哈，高速烫啊！左边高速烫啊！拿掉了！我那个骷髅头那么硬。哎、欸，怎么开到这个东西？攻速药丸，后面有攻速药丸。痛！攻速药丸，后面有攻速药丸。好 ，Thank you。哎、欸，我死了。喂、欸，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底下啊，是这里一个图钉。是不是有人东西掉了？这有一个图钉。倒在前面。哎、欸，这个是 BOSS 的那个场。看一下啊。逃离自爆不使用，25只金不用普攻，一般自爆比较简单。我现在火力很足够啊。啊，自爆不用装备哦，不要用装备，不要按 Q 哦。低头前还没开 boss， 低头后就是 boss 就死。我也知道。我觉得你自爆已经够了吧，已经不用再叠。哎呦，还叠还是有伤害啊，伤害会增加。脚链上面有脚链，大人上面有脚链。脚链，但是我伤害好低哦。
脚链好像没什么用，你要用技能，脚链是技能伤害。对啊，我技能伤害就很低啊。啊？有脚链技能伤害应该会很高吧？我怎么觉得我打不痛？没有，因为你天赋都还没点满啊。我们现在打的最难的。蠕虫，蠕虫，看下面有一个猛蛋。哎，呀，蠕虫。啊。哎。这是什么盲盲跳吗？我连你的，我连你的蠕虫都可以控制啊！我过不去。因为你是 server， 应该是所有的召唤物都是你控的啦。有这么厉害？这是什么？蛋，这是 Q 啊 ，Q 的技能。哦。哎、欸。哦，已经过了，那没他。当然是快过啊，不然等一下 Q 出来。已经喷喷那个 Q 了。大元已经啊啊！大元已经按大元按 Q 啊，大元已经喷了。哎、欸，对吼，喂，还好啦，已经完成了啦。所以我是那个牙。我三元巨口我拿走了，还是要大元要拿？你拿。好、啊，巨元巨口我拿走了。哎、欸，你拿走啊，你拿走啊。哎，感谢。有鸡，火焰，火焰小鸡。好了，走吧，商店。哇，这蠕虫还会有精英的。商店还是精英？商店跟精英选一。随便。都行啊。随便呢。不使用装备，这个是不……哎、欸！哎、欸哦！不使用装备。很顺手就按了。好、啊，要开触手，哎，我开触手了、哦。来来来，哎，怪怎么那么多啊？哎呦，恐惧来自于火力不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刺包兵，有刺包兵。被那个，被那个。丢炸弹的丢到了，这炸弹丢得很准。没有，有这个雕像以后，仔细钻石蛮快。哎呦，我好想改我鼠标颜色，根本看不到。可以这个啊，把有的攻击特效关掉。啊？有的显示伤害那个。子弹透明可以把队友的子弹变透明、欸。他掉一本雷电。子弹变透明。设定。其实我应该也要开那个。ESG 有一个子弹透明，减速伤害、哦、这些都可以改。还是没有很透明。有透明但没有很透明。有透明但是没有很透明。有透但是没有透。下面有一个羽毛啊！哎、欸欸，我是不是又死啊？对你被炸弹炸死了。我有队友会丢炸弹，那个丢很准。丢不掉。起来。哎，上面有个锤子。
战鼓，有够硬的。哎、欸，我才想到我的小史莱姆被吃掉嘞、欸！哦，被吃掉了，因为他渊巨口、啊、在那边弄深渊巨口就吃掉了，把我的小史莱姆吃掉了。我想说怎么感觉好像少了？对啊，我想说你怎么好像变少？对啊，我想说怎么少了东西，全被吃掉了。好了，哎、欸，那你八子。引出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！8.3K， 8.3K。不要，有的时候开出那种很不划算的。哎，给到什么？小聊了。我刚刚捡到什么？你刚不是捡到脚铐吗？没有，我刚刚那个按猪猫按猫猫，结果哎、欸、大圆花，那个道具出来，我不知道我捡到什么。哇，流星花园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又被打到了，超痛的。炸啊！根本就被你秒杀、啊！哎呦！玻璃大炮！哎、啊！玻璃大炮在哪里？我啊，我的有卖玻璃大炮啊。哦，那不用特别买。仰卧起坐，封三梗，紫瓦尔特羊死了又复活，反复无常。啊！所以这里是纸之内吗？啊，90%血！啊，90%卖屁股！有那个、啊、充满血的屁股痔疮。哎、欸，底下有那个羽毛，羽毛。哦哎、欸，我被那个炸弹炸死了！哎、欸，你在哪里？炸弹，全是炸弹！哎、欸，感谢！炸弹连我都快撑不住，要开快开啊！对啊！炸弹炸一下300多，两颗一起来，一个。乱哦，后面好乱。完全不知道在打什么，对啊，好乱。羽毛拿走了，掉个羽毛，我的牙有用就好了。走啊，我那件浮空条目哦，条目哦，这关条目也是不好应付的哦。哎呀，一定出来就死了、啊，可能。我死了。等一下在他鼻子的位置放个屁哦！好了，我好了，好了，到、哦。哇，机械伤到血！哎、欸，死了！秒杀！没有，没有我需要的东西。这个玻璃大炮真的是。先死一次，然后就重生了。是扣好那一节，又一次扣好那一节，所以是有一招技能啊。没有，因为我还有一个是那个恶魔宝箱啊，宝箱怪。哦，宝箱怪会有5倍伤害，我拿了一大堆。啊！武士刀后面有一把武士刀。好帅哦！
的我的。哎，旁边史莱姆，下位。弹簧啊！弹簧。还有谁没弹簧的吗？我有了，都有。还有一个弹簧。大元也有吗？有啦。哎呦，哎，助手。用这个东西胶囊，哇，五万死！哎、欸，啊，啊，好痛哦，这只。铁球棒球棍。阿宇被打到45万，之内打一次35万，哦，暴击加暴击，阿蛋，哎，鬼面的又一个拿到了，鬼面，鬼面后面有鬼面。好了，下一关。问号吗？啊，哎、欸，又是这个。好了。啊，又是秒杀他的时候了。我十秒。好了。忍辱负重过后，就是游戏开始。开始啊！好！哇哇哇哇！哇、哦，他的血，他的血，哎，他死了！这是什么啊？骷髅！骷髅击败哦！看一下要不要给牙打？牙根本就是死灵法师嘛！谁没有第二个弹簧的？我忘记哪一个、啊，给大元啊！那你跟大元、啊，走吧。哎、欸，那大元这样也开了术士、欸，啊，是吗？应该会跳一个术士打两，哎、欸，又来，我又来，术士是要什么两个弹簧？打这个打两次，哦，没他小孩这时候再打一次，音乐都没换的、欸，好啦，我好了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哦，他就是，哎、欸欸，他躲过了，哎呦。太无敌啊！完蛋了！好了，没还是死了。拿乳头。吸血蝙蝠，大元啊，大元不是要加？不用，我的攻速不快。翻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会僵尸化！哎、欸，猫猫，麋鹿猫！要开了！又迷路了！等等，等大人！迷路猫。开了可以干嘛？就自建了。来了，大量强化过的敌人，开！哇，好快！哦，好多！你在哪里啊？拿一个暴击投机，我拿一个骸骨护甲。下面好多纸币哦！
开吗？开开开！大人看得到那个地毯吗？看到。你打开看，你可以看里面有什么。等一下。哇，蠕虫在下面那边走来走去，好像蛮厉害的。我这羽毛被拿走了。这次怎么那么危险？我怎么被游戏踢出来了？谁有手？少一个。你怎么不见了？我怎么被游戏踢出来了？怎么办？我是按到了吗？可是我不可能按到什么东西直接被踢出来。好像没有好的、欸。闪退吗？没有闪退啊，他直接回到标题画面。是我刚刚有按到吗？好像没有，我看不太清楚。怎么办？我们回不去啊。好吧，那只好你们玩啦。不然还拿打到这里还这样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刚刚我有按到什么吗？譬如说可能按到选单跑出来，然后按到回主画面。希望你按到什么。我操！可是你是直接，你也没有闪退吧？我没有闪退啊，就回到主画面，就出选单而已。完全没有，我有按到什么的印象？没有。哎呀，你这个来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突然就被踢出了，妈呀！那你们玩完，你们玩完只剩两关而已了吧？哦，剩两关了。哎、欸，75头目了，已经打头目了。对，已经打头目。所以到76。好旺盛，我到8。为什么突然这样？好奇怪的 bug。触发都会爆炸，这个是哑巴。大家晚安、拜拜。晚安。剩下都大雨。现在都大远了。带大圆通一次关吧。最后一关吗？最后一关。最后一大张。怎么捡那个 CD 的好少？那个是。因为是被那个刚刚是阿萨拿的、啊，最稀有的啊，最稀有是很稀有的那。这个也是要玩的速度哎。下面到底有没有？有一个商人。没什么好东西。哇，护盾转换器来了。那个。武士刀。哎呀。哦，没看过。那个是主动技，那个蓝色边是蓝色，就是主动技。要开手啊！开。精英怪掉出来的蠕虫也是精英，一定。他说他技术是什么冤的吧？没有，好像说是怪物强度的几趴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我记得那个 item 上有写啊。哦。上面有纸币啊。
疯狂用，魔术药丸。那个大圆啊，大圆掉了不少光速的。哎，大圆大圆不是吃那个吗？沉重脚环，沉重。对啊，所以降了很多光速啊。应该已经放弃普攻了吧？这里面有什么？没什么好东西，没什么。玻璃大炮。刺客来喽！刺客来喽！刺客！哎呀！我拿鬼面。我是不是应该拿鬼面？应该要拿那个宝箱才对。你还拿鬼面呢？应该拿宝箱怪再拼一个五趴。喂猪！上电吗？上电吗？是什么红熊猫？不开宝箱，不开奇宝箱。哦、宝箱大人不要开，地上连那个都不要买哦。哎，这个算宝箱吗？全部都不要买，连那个这个三个都不要买啊。这个算宝箱吗？我只要买的。九十八那个算宝箱吗？不知道，应该不算吧。这个算宝箱吗？先过关再回来拿。这个应该不算，这个应该不算。过关还有时间吗？过关就那个了呢。欸、快快快过关！我要回来拿这个子弹。哇、哦，有两个子弹，我一定要买子弹，快点快点过关，先过关。讲的好听呢，哎呦！我在这里等子弹，快过关。哎，我死了。啊，我去救。啊！炸一下应该就死，两个史莱姆弹一个巨口、啊，我拿巨口、啊，舒服，我买了两个子弹，加速烫，那前面，啊，我真的很好奇前面那个算不算，应该不扣血的应该不算，啊，我买错。我的护盾就这样没了啊！过关了吗？这里啊，这里。啊，可以过了。不是飞天史莱姆哎、欸，不是我刚刚上面会飞一个那个啊，只不过我被深渊巨口吃掉了。你要捡吗？那我捡走喽。嗯，捡啊捡啊！九十八生命，再见啦！哎呀。要过吗？可以过啊！牙在前面吗？什么东西？你在前面还是后面？我已经买完我要买的东西了。刚刚有一个那个治疗法杖，哦，在蛮前面，应该已经不需要了吧？好了，过吧，过吧，过吧！你们那个赶快选一个。哦，这个冰杖打出来好舒服哦。哇塞！精英未知商店要什么？嗯，受到伤害哇，这个有点难。商店啊，未知和商店就商店吧。哦耶！后面有一个屁股锤子钥匙。我已经有两个屁股。哎、欸，大人地上火焰魔法，要不要？我觉得有什么事？啊、大人，那一朵花给你了。哦。有什么是需要几率？不是，我可以把这两个卖了，这个不需要。哇，哎、欸，刚好。哎呦，我好像可以买回帽给你啊。但是它不能叠加吧？嗯，阿呆。丢不出来，没关系啊，你先放技能看看能不能，他会不会射两发？他有几率啊？那个搞不好他是那种分开的。哎、欸，又有一个火焰魔法出来。没有，我在想他的几率是不是分开的？比如说你拿到两个嘛，他就判断看起来不是，我都只会招出一个，哦，可能只有一个吧。
不然你把它洗掉啊。啊，反正我们子弟很多啊，就把它洗成其他的，看看会变什么东西。因为那个是那个阶级也是好的。红色的会洗到其他红色的道具。哦。洗到减 CD 就赚哦，花也可以啦。啊、是花。也可以啦，把你的等于是把你的那个向日葵变痛。你们可以再去商店拼一次啊！你们有钱吗？有，我有钱。我现在钱好多哦，最后的准备。好了，我先上去开。哎，哦，上面的东西不错哦，看你们要不要去捡。上面的。上面有什么？有一些鞋子啊，有的无的杂物。武士刀是不是可以拿来洗？没人要。没人要拿吗？一次。你多拿。多拿只。还没洗掉。这一个、香菇，洗这一个瓦斯桶，洗。啊，这些有人要吗？用球棍瓦斯桶。我要瓦斯桶。哎呀，都是什么东西？哎呀，炸弹。哎、欸、哦，好哎、欸，好拿，好给你拿。竖琴要叫吗？竖琴先招吧，这边招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啊啊、欸、爆了！哦，因为他打到我，然后触发了我的那个爆炸，然后他自己就死。哦，这个补血是给大远吧？给大远哦，好，有补血都给大远。什么东西啊？大远有向日葵。这一跑还碰我一下，然后死掉了。哎、啊，要够了吗？好啊，可以够。够啊，最后 boss 了。哎、欸，要把钱都花一花、啊，反正最后了。对啊，反正最后了，钱也不领。哦，我拿神圣十字架。其实也没什么好货嘛，都主动技，都主动技而已。这几个人。这几个废招，好了，我没钱了。等一下，好了，我等一下怎么开啊？你把你先没钱啊？对，先拿走，先换。你没钱了吧？你有钱吗？有啊。哦，干，开到一个东西了有。对啊，所以没有，它是一个东西啊，它是一个一次一个、啊。对，哎、欸，宝箱是一个按。那是什么？我现在有525、125、125倍的伤害了。靠，这给你玩就好了。好了，可够可够，125倍。好，我够了。哇 ，nice nice nice， 我们来看等一下 boss 会不会？哎、欸，秒杀！我架炮塔，我先架个炮塔。不能往下掉了。好了，好了吗？好了，我好了哈。三个屁！哇，他血好多哦！哦，秒杀！哇，我死了！我死了！我死了哭啊！安全第一。站太爽了！哦，他血刚刚怎么好像扣一大截？我的 Q 啊，我的 Q 也是放四个啊，单次最高伤害，200,000,100,000,300,81,000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真的疯了！万亿，你的造成伤害有1亿耶！看谁是谁啊？
那个左上角、啊、看道具吧，看道具左上角也那个，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刚刚的鬼面一直累加，然后又加上那个宝箱怪、啊、哦，没有，我是四个宝箱怪、欸，等于是六二五哦，是不是？但我才360万，是什么伤害啊？烂死了！哇，好爽哦！天啊！哎、欸，我要怎么退出？单主。可是牙的伤害也很扯，好不好？哪有你扯啊？他差你而已啊！他才你三分之一而已。好，我多他一位数。不对，牙才360万呢、欸。360万是你的啦。哦，那牙是我的。我的是冰杖那一个，哦、我左边有冰杖。那牙是你的四分之一。不是、啊、我前面一直死啊！哎、欸，这是我牺牲了三局的游戏体验，三局的游戏体验换来三个人没有游戏体验。我的道具蛮整齐的，都是同一种，拿蛮多样的。哇，他的道具还不能看 tip 哎、欸，可恶！我死25次，你要去那个啦啊？我们回村庄啊，我们回村庄。你要去那个道具图鉴那边可以看哦，原来有这种东西啊，这个啊，好爽哦，哇，打出1亿多哎、欸，全部难度通关后解锁，有五倍而已啊，哎，那我们要打简单的、欸。他伤害没有说你拿两个宝箱怪就变十倍啊，他只是加机遇而已。哦，是吗？对，我误会了是。所以你的伤害还是五倍，可能五倍，然后加上那个啦玻璃大炮就变成十倍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还有拿。靠，他的天赋选择真的是坑人哎、欸！居然打开一次会取消。啊，打开一次就按，这个、感觉是 bug。到重新。哎、欸，那个要通全难度的那个。我们要过简单啊，简单还要阿扎、啊，那最简单的。哇，没想到这游戏没有上限。嗯，每减少1%生命，哇，红熊猫好强，2%伤害。那我下次来试试看那个好了啦，圣骑士，搞不好圣骑士也可以打出很高的伤害啊。那也是很烂哦，一直说他很烂，我要帮他平反一下。你换他出来普攻一下就知道啊，他那个攻击距离。你觉得这个会强？会强？没有，我刚刚猫也很，我觉得猫的攻击也很，也很烂。它没有，因为它是一颗飞行弹，然后飞行的实弹，所以它飞到敌人的时间很久。然后又是就是就会打偏。我根本就是靠 Q， 最后是靠 Q 在那边打。啊，就是下次就圣骑士看看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换角色啊？这边啊，一样这个啊。你按一下上面那个角色的 icon。哦。丧尸。死20次就会解锁。死了十次。哎、欸，这蛮强的哦。是哦。三选一，看一下。术士。利用增加一点，我不用。这个是可以点的。他的每一招都会扣自己的血，但是打到敌人都会吸血。然后，哎、欸，那我可以锤你啊！锤我也只是你回血吧？哎、欸，我有回血。他就说锤到人会回血啊，锤到队友会回血，笑死！我的 skin 在这里面没有用。你的什么？啊、有啊。
有啊，你有按选择吗？有、啊。造型那个右下角有一个造型。有啊。点了点了，应该就有了啊。哦，换了换了。嗯，好烂、啊，火法师。圣骑士到底有没有办法突破我猫猫的伤害呢？那圣骑士人就是帮忙补血而已啊，敲人会回血。我不这么觉得，我觉得圣骑士一定可以的。圣骑士的技能是什么？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技能。好、啊，这解技能也要用蓝币哦，不应该直接花完。我蓝币、还蛮多的。双倍冷却，双倍效果。恢复自己15%最大生命，周围恢复冷却降低33，冷却降低38，使用次数加倍，外招很凉。这个。好，决定就是下次就是用圣骑士来看看。因为我觉得猫猫的攻击真的不是很好用，它的攻击技都太不准。哇！我觉得僵尸，我觉得僵尸很强。你可以用僵尸。我一开始用僵尸用好超久了。僵尸蛮强的、啊，僵尸超强，我那时候也是一发打到30几万的样子。哇，他招出一堆僵尸哎！僵尸的那个 R 有个强，而且他的那个 Shift 的招式是减99%伤害，所以你按了之后，你直接会减99%伤害，完全不会死。僵尸生存力超强。我用僵尸的时候没死。啊，那今天也差不多了吧？好了，就到这了。啊，感谢大家今天收看，那我就祝大家平安夜，平安。平安，平安前夜，凌晨，平安前夜，也没有啊，已经到了，已经隔天了、啊，平安凌晨了、啊。晚安、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猫猫好强哦，打出1亿伤害。